下面来看一组国际方面的资讯。首先，我们到北京呢去认识一位北京的扫街大叔啊，居然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。北京扫街大叔的口语居然有口音，可足够惊呆你。大叔很认真地说，不仅学英语，还学习英语国家的文化。更震惊的是，大叔说他读莎士比亚、读哈姆雷特、罗密欧与朱丽叶、麦克白。大叔各种侃侃而谈，真想默默地去背单词了。